问路一定要懂那种看上去是有故事的男人，这样问他懂得多一点呀。问这个最得劲了。然后现在我想知道，就是走路去李林的话要怎么走？前面往前面走，红绿灯啊，红绿灯左转就是320国道啊，你沿着320国道一直走，一直走就可以吗？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连个路牌都没有呀。他刚才我记得是说右转的吧，左转还右转，一直走走到大路，走着吧，我就去坐320国道。我现在就想借个手机看看导航，没事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